好，再来回到选战的最新的讯息，我们知道呢，很快的总统大选就要投开票日了。马总统的超级助选员周美青啊，真的是卯足了全力，今天前进新竹县的横山乡，除了缝制客家的花布之外，也大吃客家的甜点，而且这个马嫂呢，大口大口的吃相，相当豪迈，也很有亲和力，她的魅力可以说横扫客家票仓。选战倒数，总统马英九的超级助选员夫人周美青来到新竹县横山乡，受到民众热情欢迎。瀑布嫂展现无敌亲和力，不止小朋友有平安符，大人更是抢着要签名。袋子可以插手机啦，或者笔啦，或者是我觉得就会非常实用。嫂特别采访九站头台湾水色工作坊，甚至还想要亲自动手。酷嫂缝客家花布的表情相当认真，就连吃蛙桂也是吃得相当投入。受到婆婆妈妈们欢迎，桃竹苗为马菜必争之地，周美金潜入新竹县抢攻客家票仓。